国家公园，因为紧邻台北市都会区，所以呢，走访过这里的人们特别多，可说是一座人们最为熟悉的国家公园。这里的地势并不高，可是呢，地理环境非常特别。由于受到东北季风和西南季风交互的影响，使得这的气候变得极为特殊，四季较为分明，而且啊，各有不同的风情呢。在夏天，浓雾片野，蝉鸣处处，活力和生机涌现在国家公园的每一个角落，让来访的游客顿时能感受到夏季的浪漫与热情。在秋天，清朗的天，透析的云，火红的枫叶和雪白的芒花，秋日成熟的韵味与收获的喜悦呈现在国家公园的每一个角落，使访客啊不禁对眼难忘。而在冬天，阳明山国家公园为凄冷的风与绵绵的雨所拥抱，万物萧条，百虫沉寂，一切一切都进入了休养生息的时刻。偶然间寒流来袭，这里啊还会为瑞雪所覆盖，白白的雪花打上枝头，飘落堆积在地上，使国家公园刹那间成为粉雕玉琢的世界了。这种景象在北部地区还算非常难得一见的哦，所以呢，每次降雪总是能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此浅看北国的风采。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春天来临时，和煦的春阳，暖暖的春风，顿时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蛰伏了这冬天的热力就在瞬间发散了出来。新绿的嫩芽染上了枝头，焦红的花苞展开了笑容，临时啊，花海就遍布山野，把整个国家公园都装点了起来。高傲的山樱花，娇嫩的杜鹃花，以及艳丽的桃花和其他各种不同的花朵，在绿叶的衬托下展开了最动人的笑靥，让游园的客人深深地感觉到春天的脚步深深地踏入了这里哦。为了享受这份春光，感受这里春天所带来的滋润，我呢决定在这个时候带着小皮再访阳明山，踏进令人喜悦的春神世界中，碰出那令人陶醉的春天魅力。小皮啊，春神好像特别喜欢阳明山，你看他又把这里装扮成了一个大花园，好不漂亮啊？是很漂亮啦，叶绿花红，看得我眼花缭乱，处处都充满了自然美。嗯，是啊，就因为啊这么漂亮，所以呢我才会在这个时候带你上山来玩啊。哦，那好啊，花开到了吧，我们可以下山了吧，
可以去士林夜市吃东西了吧？你哟，吵着要出来玩，出来了又吵着要回家，下次啊不带你出来了。不是啊，因为啊，阳明山我都来过100万遍了，什么地方我没去过啊？哎呦，还有什么好玩的吗？哦，你很臭屁哦，阳明山啊，你真的什么地方都去过了吗？是啊，好玩的地方我都去过了。哎，不信的话我们来比一比嘛，看谁知道这儿好玩的地方多。哦，小皮啊变成阳明山通了。好啊，要比就来比啊。那你先带我去个地方，我再带你去个地方，到最后啊看谁没有地方去了，谁就输咯。啊，就这样比？可是如果你输了，要请我去士林夜市吃东西哟。那如果你输了呢？哦，那就不去了嘛。不行，这样赖皮。啊，好嘛好嘛，那我请客可以了吧？真计较。好，就这样比，那你就开始说吧。嘿嘿嘿，你比较大，你先说，你先说。好炸哦！我先就我先嘛，那你可要专心听好喽。好，你就放马过来吧。首先呢，我要介绍的地方是鼎鼎大名的阳明山后山公园，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阳明山后山公园面积总共有46公顷，可说是阳明山胜景的精华所在。这里既有自然之美，同时呢，人工的布置也非常巧妙，与自然相融为一体哦。喷水池、花钟、青海光复楼以及各种亭台楼阁矗立其中，都是这里的主要景观呢。公园内遍植各种花木，每年到了春天，园内的樱花、桃花、杜鹃、茶花等相继开放，花团锦簇，争奇斗艳，美不胜收。所以啊，这段百花齐放的期间被定为花季，时间呢大约是从2月中旬到4月初为止，是阳明山人潮最多的季节。此外啊，在公园里的南黄溪上游还有一个瀑布区，这里形成的原因主要啊是因为溪水流经坚硬的火山熔岩，不容易侵蚀，因此呢造就出这片有高落差的瀑布地形。其中啊最为著名的就是大屯瀑，形势险要哦，非常值得我们参观呢。好啦，现在啊这就是我先说的后山公园，现在换你说咯。炸哦，把简单的全都说了。好吧，没关系，既然你说后山公园，我就说前山公园，我们现在就过去为你介绍吧。我现在要介绍的前山公园就是位在沙帽山下的阳明山前山公园。这里的景观和后山公园不太一样哦，这里也种了很多的樱花和杜鹃，每年开花的时间较后山公园早很多，所以啊花季初期来这里赏花才是在行哦。这里的花迷人的要死，风香和处处更是漂亮呢。每次到了春天，新绿的嫩芽抽出枝头，让我看了都觉得像在图画中一样，好漂亮哦。还有这里有好多的游乐设施，像溜冰场、篮球场以及到处可见的草地，都很适合小朋友来这里郊游玩团体游戏呢。我们老师就带我们来过100多次呢。最后，这里的阳明湖畔还有温泉设施，可以让大家来洗澡，洗得温泉澡
洗过以后包着浑身舒畅哦。哎，怎么样，前山公园不比你们后山公园差吧？好啦，陈姐姐，接下来你要带我去哪里玩呢？哈哈，我啊早就想到了，来，我们现在一起去竹子湖玩一玩吧，走。竹子湖位在阳澄公路竹子湖站的西侧，海拔约670公尺，夹在大屯山、小观音山和七星山中间，是一个盆地地形。这里呀、是台北市近郊最著名的花卉和夏季蔬菜专业区，因此呢，这里的景致梯田为主。除了梯田之外，这里人工种植的杉木林也是一奇哦。美丽的景致啊，就好像溪头一般，很值得我们到这里走走呢。游玩竹子湖，还可以顺道到附近的小油坑走走。小油坑位于阳金公路台汽客运小观音站东侧，是一个呈马蹄形的洼谷，东南北三面为陡崖环绕，只有向西的部分开口向大屯山，是国家公园园区中仅次于大油坑的坑系孔群区。小油坑坑内以蒸汽云腾为景观上最大的特色，这些蒸汽其实应该称为流气，主要呢是由这里的流气孔所喷出的。喷气孔从底下一直分布到峭壁，范围非常的大。喷气孔喷出的气体中，除了有水蒸气外，还有有害人体的硫化氢和二氧化硫，所以啊有很强的硫磺味，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啊，小朋友不能太接近，也不能久留哦。在硫磺口的四周，我们还能见到黄色的硫磺结晶物，非常漂亮。此外啊，坑内的石头也非常特别，原本坚硬的安山岩经过受热腐蚀换质后，变成松软的换质安山岩，因此呢，附近的悬崖常常崩塌，非常的危险，小朋友要来参观时也要特别的小心哦。还有啊，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大屯山的森林线，这条森林线分布在800公尺左右，和台湾其他地方的森林线多在3600公尺上下来看，显然啊非常特别哦。这是因为大屯山纬度高，气温相对变低，所以啊森林线也较低，非常特别吧。好啦，小皮，我啊一口气讲了竹子湖和小油坑这两个国家公园景观最棒的地方，怎么样，不赖吧？哼，一次讲两个地方，害我要讲的地方都被你讲光了啊，接下去要讲什么地方呢？哎，你不要吵哦，让我想一想看啊。好啦，小皮，想到了吗？不要故意拖时间哦。呸呸呸，想用心理战术啊？我告诉你，我早就想到了。好，想到了，那你就赶快带我去吧。走啊，说走就走，我们到百拉卡公路去吧。百拉卡公路也就是编号为101甲线的公路，是一条从七星山到北海岸的公路，沿途经过大屯山和周围的山区，所以景观可是漂亮的不得了。在这里啊，我们能远远的看到竹子湖和小油坑，也能朦朦胧胧的看到沙帽山和台北市区，看得好远哦。还有啊，这边还有岔路直上大屯山哦，上了大屯山马上就能看到整个国家公园景观，好棒哦。此外，整个台北市也都在我的脚底下，我变成好伟大喽。另
因为整个淡水河口和北海岸都在山底下，让我看得好清楚，真是帅呆了。看完了，我们下山还能到二子坪走走，这里是赏蝶观鸟最棒最棒的地方，尤其在春末夏初，蝴蝶多得不得了，看了以后会大呼过瘾哦。哦，对了，还有这里的大屯自然公园，我们也别错过喽。大屯自然公园也是在百拉卡公路旁，地形上是属于山中的凹地，林木长得很茂盛，植物长得也非常多哦。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就在这里开辟了一处以种植阳明山六种野生杜鹃为主的自然公园。在这里除了看得到野生杜鹃外，因为这里雨量丰富，地势又很低洼，所以积水成为沼泽，沼泽里面还长了很多水生植物哦，值得我们来观察观察呢。嘿嘿，怎么样，我的百拉卡公路介绍比你刚刚介绍的都还精彩吧？不错不错，不过啊，跟您凯的还在后面哦。现在呢，我就带你往擎天岗的路上，那里的风景啊可真不是盖的哦，走吧。往擎天岗的路是沿着七星山的东北部开凿而成的，由于地势较高而且为迎风面，所以呢路的两旁可以看到非常壮观的芒草原，正随风跳着草裙舞呢。在路旁我们还能看到悬崖下方的马槽，整个地区处处有火山活动的景观，非常壮丽呢。此外啊，这里还能看到尖耸连绵的小观音山，气势雄伟，让人望而生叹。在前往擎天岗的路上还有一条路可以直通到梦幻湖哦。梦幻湖景色秀丽，是七星山东南麓一个山间洼地积水而成的小湖，海拔高约860公尺。它不仅以景色秀丽而闻名台湾，它池中所生长的珍稀植物水韭更是出名哦。这种植物啊，目前已被列入国宝级的天然植物，而梦幻湖也被划为生态保护区，加以细心的照顾。在梦幻湖上还有一个可供游戏的七星公园，从这里啊可以远眺台北盆地四周美丽的山河哦，是国家公园东区展望最棒的地点。如果体力好啊，还可以顺着石阶向上爬，直奔北部第一高峰七星山顶，上面的风光啊更是独特哦，体力好的小朋友啊千万不能错过咯。离开七星公园，我们回到山腰往擎天岗的公路上，我们能发现到有一片非常开阔的洼地，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一般，这里呢就是冷水坑。冷水坑地势平坦，水源充足，而且呢附近还有温泉资源可供利用，目前啊已经被开发成为观光游戏区，人能到这里游玩时别忘了在这里驻足，享受一下乡野的乐趣哦。顺着这条道路继续走，我们就到了擎天岗大草原咯。擎天岗大草原放眼望去啊就是一片绿草如茵的草原，从这里到石梯岭一带全是广大而缓坡起伏的绿野，走在其上满目苍翠，令人心旷神怡。在晴天的时刻，我们还可以远眺七星山、竹子山及黄嘴山等地方，极目四望更是让人心胸开阔呢。偶尔在草原上我们还能遇上牛群点点，悠游自得，
就好像在北方牧野上一般，此情此景绝对呀能够让你回味半天呢。好了，小平，我这条风景线就是没话说吧，现在换你咯。啊，又换我啦！哎呦，别吵让我想啊。谁吵你了？一定呀是没有地方去，对不对啊？认输吧。哎呦，我再想一想嘛。再想就天黑了。哎，你到底想出来了没有啦？我想起来了，我说的好玩的地方就是沙帽山旁边的土鸡场。哦，这也能算啊？你呀，别赖皮哦。吼，土鸡很好吃，怎么不可以啊？不算不算，你快说别的。哎呦，好嘛，这个不算，那你要再说一个，这样子啊，我才认输，可以了吧？吼，又来这一招。你呀，就是赖皮鬼啊！好吧，我啊早就料到了。那我再介绍一条风景线，让大家认识认识吧。我现在要带大家到的地方是位于沙帽桥一带的紫明溪谷。我们可以到谷底洗温泉、看峡谷地形、认识河流侵蚀安山岩的作用等等。此外啊，我们还可以到附近的大黄嘴看看台湾最早开采硫磺矿和饮用温泉的地方，顺道呢还能找找火成岩和沉积岩交汇的火山界限呢。最后在黄昏时刻，我们还能到这里远眺观音山的夕阳，看完之后包准能让你忘掉一天的劳累呢。好啦，小皮，现在啊我们都看完了，现在啊你没话说了吧？哇，原本我就是要讲这个的，你好炸哟，都被你先讲了，土鸡城本来就是在这里的嘛。你呀，认输了吧，请客。请客就请客，反正我今天没带钱。老招老招，没关系，我先练回家后啊再从没有钱扣回来。哇，好棒哦，今天啊终于可以吃到小气鬼请客咯。吼，你真坏耶，中计了中计了，那说好只能延吃一根香肠，多的我可不行哦。哎，你啊真是铁公鸡耶。好了好了，随便你了，我和小朋友说话咯。小朋友，现在啊正是花季期间，上山的人可能很多哦。如果啊你想避开人潮，不妨就选择我们为你介绍的后几条路线，一趟走下来呢，包准也是收获丰硕，一样能够带走满山的快乐哦。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朋友再见，再见，林秋天，再见。